妈妈比较严肃，不苟言笑。阿姆哥的情况讲，他最在意的就是你的健康安全。我觉得他都是默默的在后面，就是在后面守候着。然后他，我可以感受到他，虽然他都没有讲什么，可是我可以感受到他很强烈的那一种，守候的心情。对，公，你去做，然后你做的怎样都没关系，反正我就在家里等你这样子。其实我们的性格都蛮雷同的，对公，我们都不善于表达。就说这里面，我老公，妈妈一路来吼，讲，让你做辛苦的。我都常常陪你，吼，这我嘛是感觉讲很不孝的一个地方吼。啊，我上大，我感觉讲我可以让你看到你每天开心，然后很健康，吼，你足欢喜的啊，足健康的呢，我得足欢喜的。喂，妈，妈，要祝你了母亲节快乐啦！你安尼，嘿啊，你爱安尼健康哦，嘿啊，平安啊，欢喜安尼啊，哈，是啦，好，安尼爱了，你住处安尼爱了啊，那出进来我爱洗一下，哦，你也吃卡吃啊，要啊，哎呀，爱洗一下，好，母亲节快乐哈，好，母亲节快乐哈，俊杰这边也祝福我们全天下的辛苦的妈妈们，母亲节快乐！